去做这个采访，他也要羡慕。谁抄袭的？你看，明明是早上他过来就说给你了一起带，这样子的。是你早上自己拿过来。这么大一次，人家还是有抄袭你，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大一次。不愿意，那就完了。那你不愿意啊？不愿意。再说一遍，不愿意。我刚才给你吃的了，管些年。他也弄不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弄不好就是他肯定弄不好。那你弄弄弄弄弄，你看他给我找更多了。哎，好了。到底咋的？我他不想跟你玩这个游戏，是不是？那我还。